表力求上位，惨遭打脸，真爱 CP 历经苦难，终成正果。这部以我自己设计为原型的小说一定会大卖的。啊，我是谁？出车祸之后我就变成了钱真真，然后呢？我在自己写的书里，孤男寡女密室独处，这样的大好机会钱真真又怎么会放弃呢？等一下，以后希望你注意一下自己的形象。你说你听到了奇怪的声音，听到那些声音之后呢，行为非常不受控。组长，你没事吧？我挺好的呀。长相普通，性格单一，故事线少，下线也快。确定这塑造的是我？当然是你了。在那个世界的你是什么样子的？我就是一个靠写书为生的三流小说家，是个失败者，是个 loser。 你还愿意和这样的我在一起吗？愿意，我愿意。等春归，等燕回，等下个四季，等雨声，等月落，等你何时回头看我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们经历了这么多事情，终究会走向结局？有没有一种花，代表我们终将相逢的意思？傻瓜，那束花的意思是你要等我，哪怕有一天我要离开，我也要给你一个圆满的结局。